但我假装要把他俩其中一个卖掉。哎，李老板，对，一个老三，一个老五，你想要哪个呀？啊，行，那明天见。啊，要姐姐呀，老三，你看看，关键时刻妹妹还是只想着自己。姐姐不要。啊，不要姐姐去是吗？把你带走，你不怕呀？小傻瓜。吴安，你上条视频有将近10000000人观看，大家都想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姐姐呀？妈妈。啊，你把姐姐当妈妈了是吗？那你把妈妈当啥呀？我以为我会听到更温暖的答案。想帮我展开，让我看得更明白。不用不用了，我懂了。铲屎的。你不能天天黏着姐姐，姐姐不能一辈子陪你，知道吗？胡说。你怎么让姐姐陪你一辈子呀？叼来我的化妆品，我曾经逗她擦这个可以永远年轻。给姐姐用这个呀，用完就不会老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给姐姐撒上，不灵不灵不灵。对，可以永远陪我们老五了。当我和老五说下午带姐姐去体检，不能带她，守着姐姐呢。今天爸爸不在，就妈妈一人弄不了你俩呀，不去行不行？一上午都堵在门口，怕我们走。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和医生改了时间，明天和爸爸一起带你去。自己先替姐姐检查，恐怕姐姐检查出什么毛病。姐姐不会有事，放心吧。哎呦，看你俩腻的，这大热天抱着姐姐不热呀？热还冷。小狗狗的情商有多高？老三，看你把罐头弄得哪儿都是，都多大了还偷吃东西？赶紧把姐姐咬的碎屑扔掉。又有啥幺蛾子了？你找啥呢？这也擦不干净呀。洗洁精在厨房呢，别找啦。我就说姐姐两句，看把你急的。忘了演厨房。大家都问这电影是不是你俩拍的，咋还看困了呢？不是。那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想不想拍电影？为啥呀？听说拍电影会给好多钱呢。啊，舍不得姐姐呀。那你有钱花吗？在哪儿呢？原来藏床垫子底下了。小样，背着我藏私房钱，没收了。眼接着吗？叼来一把扇子。瞅我干啥？叫我给姐姐扇呀？我不扇，我也热。可怜的三姐。这是要把她躺着给我吗？你给我拿它干啥？我不冷，我热，我热，知道吗？我热。我知道他听懂了。给我穿，故意的是吗？哎，小丑是我自己。